今日是2020年10月10号，是中华民国国庆日双十节。在今日咁嘅好日子里面呢，我嘅徒弟亦都结婚啦。啊，我嘅徒弟系一个女嘅，啊，另外一个男嘅咧系个西人。啊，呢个系我第四对徒弟啊，异国婚姻，所以异国婚姻，西人同埋唐人嘅结婚。啊，最耐嘅嗰个咧已经20几年啦，佢个仔女咧都已经20岁咯。啊，咁所以你睇下嗱，呢啲西人同唐人嘅婚姻啊，都非常之幸福嘅。我哋今日喺度影相留念嗰啲地方咧，系属于澳洲昆士兰省嘅 Rockhampton， 系一个非常美丽嘅一个公园。呢个国家公园里边啊，我哋喺度咧啊录低咗呢个结婚嘅啊呢、这个咁样嘅场面啊。咁啊，呢度嘅地方啊，人口好少噶，但系风景非常之美丽。人口少，风景非常之美丽。哇！你睇下佢哋呢两个啊，呢两个新人啊，系好幸福啊！佢哋喺好远嘅啊咁嘅地方啊，而得到咗一个咁嘅幸福嘅啊相会结合啊，一个系来自香港，一个系喺澳洲嘅。啊 ，Rockhampton 嘅本地嘅居民啊，你睇佢两个啊，所以讲得系非常之恩爱啊，可以讲得话，我哋唐人啊喺世界上系非常受欢迎嘅啊，呢一点咧，我哋唐人啊自己应该知道，中国人喺世界上系受欢迎嘅，所以我哋争取我哋嘅自由民主嘅生活，亦都系应该嘅，亦都系要努力嘅啊，我今日系讲咁多。